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圣马力诺的这个城市。圣马力诺，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它还有第二个称号，就是小比弗利山庄。那么，圣马力诺城市呢，是以它悠久的文化历史，还有超优良的学区而著称。圣马力诺是可堪称是加州最好的学区，它是全10分的公立学区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这栋房屋呢，是圣马力诺不可多得的一个全新竣工的房屋，它的售价呢，目前是350万，4房4.5卫，3130尺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大平层的设计，且享有非常大的占地，是11330尺的占地。那么这栋房屋呢，2020年刚刚竣工，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院子，房屋的整体装修设计呢，都是那种很洁白、很现代的，并且它有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中厨。好了，现在就请参观一下吧。户型呢，采用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浅色系厨房设置，
黑与白的颜色碰撞，加上银质精致的厨房把手，整套厨具呢都是 Jan Air 的，并且呢有一个精致的中岛台面。对着我们的后院呢有两扇双拉门，两扇双拉门的好处呢就是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优雅。那这个厨房呢左边可以连通我们的中厨，大油烟的菜呢可以在左边完成，然后呢再往前走就直入我们的餐厅。单层户型的好处就是它要比双层空间感觉空间更大一些，因为它节省了很多的楼梯的空间。厨房中呢一应完成，随后呢就端着我们美味的菜肴直通我们的餐厅空间。这个户型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就是，现在新房建商往往大户型，他们把主人房做得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浪费空间。那相反的次卧门呢，尺寸就相对较小。可是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不只是主人要住得舒服，家里的小孩子、老人也要住得舒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户型，它的所有卧室呢，尺寸都是非常的不错的，住起来都会很舒服。那主人房这边呢，可以直通后院，当然是最舒服的一间啦。1万1000尺的后院带给你的不只是非常舒适、非常大的一个户外生活空间，那这一栋的户型呢，更是有非常隐私、非常绿意的一个后院。
它的车库呢是分开的，车库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停车道，不止车库内可以停下两台私家车，车道上呢也可以停下至少2到3台私家车哦。那这一栋后院呢，它是非常具有私密性的，泥砖配着草地，配着周围的花园绿意。那这一栋房子呢，它也是结合了很多现代的科技元素在里面，包括天顶的蓝牙播放系统，包括空调的智能设施，包括自动感应的灯，以及户外的摄像机接线等等。那么安保智能系统呢，也全部都是装上好的。可以说这栋户型呢，是结合了传统与现代，经典与优雅，科技与人文的完美融合。好了，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，就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联系我哦。那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